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上节课呢，我们通过这个小案例对 if 语句做了一个简单的应用。那我们想做更多的案例呢，我们需要用到以下今天要学到的内容，就需要学习一下我们 PHP 提供给大家的这个预定义变量。那首先看一下一共有哪些预定义变量。那说到这个预定义变量，我们学过变量，那预定义呢，其实也就是给大家提供好的，拿过来就可以直接用的。这样一些变量，那首先看到第一个 dollars 下划线 post， 它是我们的 HTTP post 的变量，它专门来接收表单以 post 的方式发送的数据。那第二个 dollars 下划线 get HTTP get 变量，它是接收以问号形式传参的一些数据。那再往下看到第三个 dollars 下划线 files， 它是我们的文件上传变量，接收上传文件信息的。那第四个 dollars 下划线 server 服务器和执行环境变量，那这里边有一些跟服务器相关的一些信息。第五个呢 dollars 下划线 env 环境变量，第六个 dollars 下划线 session 绘画变量，第七个 dollars 下划线 cookie http 的 cookies 变量，还有一个 dollars 下划线 request， 它是包含了 get post 以及 cookie 中的数据，是它们的一个整体。再往下还有一个 PHP 的 error message， 它是得到一个前一个产生的错误信息，可以直接通过这个变量就可以得到。包括最后一个 dollars globals 超全局变量，它是在全部的作用域中我们始终都可以用的一个内置变量。这个 globals 呢就包含了以上所有的这些变量的一个值，这样一个整体。那首先呢，我们常用的像 post、get， 包括这个 request。这是我们常用的一些，那其他的这些呢，等到具体应用的时候我们再来讲。那先来看一下这个 post， 包括 get。那之前我们写静态页面的时候写过表单，对吧？那现在想通过程序接收到表单中的数据，这时候就可以用到这样一些预定变量。我们可以来个例子，来看一下如何来使用。有了它们之后呢，我们可以做的一些小案例就比较多了。来一个test 下划线六，来一个表单 HTML。这个呢，我就快速写一下form action 写成一个 do action 页面来处理 ，method 等于一个 post。简单的先来接受一下，假如说写成一个input 框。text name 呢，起个名字，假如说也叫 test。再来一个按钮 input submit， 按钮的值呢写成一个提交，这样的效果。那现在看到表单的发送方式是以 post 的方式来提交的。那接着我想接到这个文本框的值的时候，这时候就需要用到我们这个预定义变量 dollars 下划线 post， 来个接收页面 do action 页面。好，在接收页面中，第一步接收数据，接收是哪个数据呢？那现在我们可以运行一下这个页面。想接收到这个文本框中你提交的值，假如说写成一个 math edu 一点提交，看好了，跳转到 do action 页面。现在你想接到这个文本框的值，就需要根据你给它起的名字来接收。通过 dollars 下划线 post 接收表单以 post 的方式发送的数据，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来用一下，写成一个 dollars 下划线 post 过来的，起的名字叫做 test， 看一下是否能接收到。我们 echo 一下，看到接收到了。你再写一个，写个12345 6，你看到也接到了。这样的一个形式，那 dollars 下划线 post 的呢，在接收的时候，记住方括号之间来写上这个名字。等以后学完数组之后，你就更明白了为什么写这种方括号的形式，这样一个效果。那再往下再来看，我把表单的发送方式变一下，变成 get。那现在以 get 方式来发送出去，在接收的时候呢，这时候就需要用到 dollars 下划线 get。
接收数据。接收什么数据呢？接收以问号形式传参的数据。我们来试验一下。好，同样的再提交一个 test 或者 this is a test。你看到当点提交按钮的时候，它是以问号的形式附着在了我们的地址栏，名称等于值的一个形式，这样的效果。那你想接到这个值呢，我们就需要同样的是根据名字来找值，通过 dollars 下限 get 来接收一下 test 的值。你 echo 一下，重新来，一点提交，你看到接收到了相应的值，你再刷新一下，或者你再加上一点，接收到的就是 this is a test 123这样的效果。这是这个 dollars 下限 get。 那接着还有一种形式，我们超链接是不是典型的以问号形式传参呀？对，我们可以写成一个 href do action 点 php 跳转的页面，接着问号写成一个 username 等一个 king， 并且多个名字对之间以 and 符号来连接，写成一个 email 等一个38277194@qq.com， 再来一个 and 写成一个 a 等于 1，and b 等于2这样的形式，写成一个 click me， 典型的以问号形式传参。当我们来点击这个超链接的时候来看，同样的也可以接到我们想接的数据，一点 click me， 你看到地址栏上名称等于值的形式发送了这么多数据。当你想接到用户名、邮箱或者 ABC 的一个值的时候，这时候还是根据它的名字来接收。我们来接收一下，接收一下 dollars 下限 get 过来的 username， 输出一下，再接收一下 echo 一下 dollars 下限 get 过来的 a 或者邮箱 email， 看一下是否能接到这些值，再接收一下 a， 接收一下 b。这样的效果。好，刷新，你看到 king 邮箱一二是不是相应的值都接到了，典型的接收以问号形式传参的一个数据。那再往下再来试验一下，现在呢，我说我不管是 post 也好 get 也好，我就可以通过一个谁呀 request， 因为它是包含了 post get 包括 cookie。 那 cookie 呢，等以后讲到 cookie 的时候我们再来说，先来试验一下dollars 下限 request， 它就可以接收表单，不管是以 post 的方式，还是 get 方式，还是 cookie， 包含了这三个里边的数据。那接着你来试验一下，现在表单是以 get 方式发送，那接着呢，我想接到这个文本框的值，还是根据名字来找对应的值 test， 看一下是否能接收到。来，我们来试验一下，写成一个ASD， 接到了。那我们现在再改一下表单的发送方式，改成 POST。 你再看一下，刷新，重新写一个，你看到也接收到了，包括你再接收一下这个用户名，接收一下超链接的值，echo 一下 dollars 下限 request 过来的，接收一个就可以 username。 再来试验一下，刷新，接到了 username 是 king， 这时候看到了 request 的一个作用，它包含了 post get 加 cookie 里面的值这样的一个形式。那接着再往下看到这么多预定义变量，我们不用一个一个来说，等以后用到哪一个的时候我们再来相应的来说就可以。那接着再说一个就可以，说一个我们这个得到前一个错误信息，通过 PRP 下限 error message， 但是使用它的时候需要注意啊，这个变量只有在发生错误的时候这个作用域内才可用，并且要求什么呀，要求我们一个选项是开启的，就是 trick errors 这个选项是开启的，它默认是关闭的。那现在呢，我们可以来打开我们的配置文件来看一下。
trick errors。好，这是已经开启了，你把它关闭掉。啊，你把它开启，默认是关闭的，我已经把它开启了。搜索一下这个选项之后把它开启，接着重启一下服务器就可以用了。用的时候怎么来用呢？接着你来看一下。我们来个页面，来一个 test 7。来产生一个错误，我们可以见过，假如说产生一个 set type dollars var 写成一个不存在的类型，这时候是不是产生了一个错误啊？假如说写成一个 dollars var 等于一个一，设置一下变量的类型，你会看到这样一个警告，产生一个 warning。那现在呢，我可以通过错误抑制符把这个警告屏蔽掉，你看到可以屏蔽掉。那接着当产生错误的时候呢，这时候我就可以这样来写 echo 一个 $PRP error message， 它就可以得到上一步产生的一个错误信息。刷新，你看到 set type 冒号 invalid type， 这是我们得到的这个错误信息，这样的一个形式。通过这个 PRP error message 这个预定义变量来得到上一步产生的错误信息。同样的，你再来写一个，写一个什么呢？写成一个 echo 一个3×0，这时候错误信息应该是谁呀？应该是一个 diversion by 0 这样的一个形式。上面呢是我们产生的警告，可以把它去掉，通过我们的错误抑制符把它去掉，省得干扰我们。这些错误信息呢都是我们见过的，你看到 diversion by 0这样的一个形式。啊，那其他的一些啊，像我们这个环境变量，我们可以先简单来看一下，所有的预定义变量呢都是一个数组，数组呢可能我们还没有学，等学完之后呢你就知道了。先简单带着大家来看一下，到了下线 env 环境变量，这个呢不同的环境打出的值呢可能也不同，你看到这是一个空数组，这一点需要注意。再往下看一下服务器变量，简单看这两个就可以了啊，其他的等学到的时候我们再来说。下线 server 这里边有一堆的值，一堆服务器相关的一些信息，以后呢我们会用到，看打印出的结果这么长，先简单看一下，之后呢我们再用到这里边某些项的时候再给大家来介绍相应的一个选项的值。这是这节啊，这是这样的一个效果。那这节课呢主要是学习了一下我们这个预定义变量中的 post get 以及 request 的一个使用，那下来之后呢，大家把这一块练习一下，有了它们之后，我们就可以来做我们的小案例了。那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